就问你一件事啊，哎、嗯，那你自己在跟娇娇工作的时候，娇娇有今天的主持功力，其实是她靠很多用功努力来的，对不对？对。你他跟他工作的时候他非常用功对不对我觉得除了他非常用功之外他人生的累积也非常的重要他累积了什么就像比如说他喜欢那些艺术品然后跟那些设计师认识、哦、他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的思维真的不只是一般的主持人如果你们这个真的用心的去看待认识这个人你们会发现焦哥他是非常有深度的人他很不容易你是在帮他想办法做推销什么也不是啦我只是想要让大家认识真正的焦哥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是他永远都会把自己 做到最好就是永远都会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守好自己的本分他不会去抢了那个今天在台上的这个人的风头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主持人他就是一个绿叶他就是把他的角色给扮演好所以其实我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我也告诉我自己我其实就是一个串场的人我把我该讲的话讲好就好然后我不需要再多做其他的东西。是我们回来谈黄子佼，就像我其实从你小时候一开始出道，因为你太能言善道了嘛，所以你跟 Ella 一样，一出道就一帆风顺。后来有一段时间比较沉稳，比较低潮。OK， 我说比较低沉好了，不要叫低潮，叫比较低沉啊。然后最近又大红。OK。那在金马奖时候很多人给你非常多的掌声你的师父是女性的师父叫张小燕是吧好小燕姐就说她有今天因为她经过非常非常久的失败的时间就是你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失败所以才有今天 你同意小燕姐讲的话吗你希望我讲长版的还是短版的讲诚实版诚实版老实说小燕姐一定是最了解我的人我的人生有很多的阶段小燕姐都陪着我度过所以她说的话完全正确但是我跟她关系又很奇怪就是我们不是那种会甜言蜜语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像她看完金马奖她当然也有一些感触可是她绝对不是第一个发感触的人很奇怪她不是那个第一个说哎，你办到了他大概是到几个小时之后然后呢他还比较迂回他也传了文倩姐 的你发给他的他又转给我了真的对、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打的其实你 我真的传给他 OK 好我想他一人分饰多角这样文倩姐鼓励你哦他说哈那个想太多所以但是我觉得失败、嗯、我们小时候就听过失败为成功之母但真的走在这条路上对就是什么感觉 我不敢说我现在成功但是我确实是不怕失败我每一次主持完一个记者会我在车上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我都在检讨刚刚什么地方没说好比如说哎，我刚刚跟 Ella 应该可以再怎么样一点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变成我的漏掉的梗资料夹、嗯、那可是其实外界的人也应该觉得满足了但我就是不怕那一点点的小误失我要把这个误失记下来成为下一次的养分对所以我是一个极度不怕失败的人而且我很希望借由这些失败又再次提醒自己我还不够好你觉得有一段时间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 TVBSG 崛起所以你也很红后来 TVBSG 有点没落所以你也跟着没落嘛是不是但是外界会比较解释成是你的感情的事件因为这两个刚好同一个时间发生你怎么适应这个过程那段时间其实我确实在电视的工作上丧失了很多机会而且挺不习惯的然后开始就是在电视上真的看不到自己耶以前是天天甚至两个带状啊，这样子，可是我很庆幸，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多元兴趣的人。我常常鼓励我很多身边的年轻的朋友说：“你一定要多多了解自己，
人家说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我小时候喜欢音乐有一阵子，然后呢后来喜欢漫画一阵子，然后呢突然间喜欢看科幻小说，所以倪匡我全看完了，再来看推理小说赤川次郎全看完了，然后接下来又去挖掘下一个乐趣，比如说街头潮流，比如说设计，到现在的艺术。所以当我在那段时间演艺舞台真的很暗淡的时候，我反而有更多时间，比如说我去开了潮牌的店，然后去做生意，我是真的会在店里面讲解我的产品给客人听的那一种。客人认识你是谁？客人认识我，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哎，你好久好久没有上电视了，好像。其实那是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就是，哎哎，你怎么在这？哦，这你开的。哎啊，那么快你得等起来，对吗？对，就不过快点力的哈。对，可是我反而觉得这一种都是一种试炼，就是说，好，我不灰心，但是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卖给你为止。我问你啊，你前几天哭了吗？十天前了。对啦，那十天前哭的时候，再问你再更久以前了，那个大概就十年前了吧，对不对？你那时候会怨我们可爱的小 S 吗？觉得男女的感情何必到这个程度，然后把你搞到后来去店里头卖东西，你怨他吗？曾经怨过吗？完全没有。甚至我也要说一下，就是很多人看了那个中天的康熙，那么就说我们的对话还少了一些什么。那其实我必须说，因为我们录影当天，毕竟我不是主持人，那个时候康永哥带领着我们整个氛围，然后比较温馨，比较圆满。那其实我也很想跟小 S 说一声对不起，可是没有机会。那时候我只跟他说了谢谢你，但是无论是对不起或谢谢你，我在这十几年来里面，我从来没有所谓的怨这个字，因为很多事情就是我自己造成。那我自己会去，既然我是一个会去检讨我的记者会少了什么梗的人，对，我当然也会检讨我自己的人生少了什么，对，做了什么不好做的，是不该做的，可能去怨恨他。其实不只是他，我常常在很多工作场合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会去怪别人，比如说摄影师啦、制作人啦、剧本，我到最后都是怪自己。比如说可能对不起，我助理坐在那儿，我举他做例子。比如说他可能把我的剧照、我的记录照拍得不够好，我不会怪他拍得不够好。为什么觉得你像政客啊？你这个跟小 S 差很多哎。不是，这不是论坛，这又不是综艺节目，我们不是讲点正经事吗？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的助理没有把工作做好，跟小 S 当时在社会上的处境，然后他在节目上大哭这样子，那个对你造成的影响，跟对你的演艺生命造成的影响，跟一个助理没有把一集的节目做好，是完全不同 level 的事情。那你就我觉得这个观点我跟您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每一秒钟做的事情都要做好，不是只有全世界人尽皆知的事件做不好才叫你做不好。一个小细节做不好，你的蝴蝶效应会影响你后面的每一秒。所以每一个工作，为什么他会说我每个工作都要做好？因为我知道我把这场记者会做好，我可能接下来会有第二场、第三场，我不能因为这场记者会只有四个人我就乱主持。所以这个是我的理念。所以那个时候你在电视上看到小 S 大哭，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也在哭啊。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在座的都好年轻哦，你们可能不记得，当时他们在直播，TVBSG 也在直播。那时候他的假牙到底不是他不是假牙，他去他的牙套，对，还哭着牙呢。他的牙套好像还没有拆下来嘛。对对对，还没有。那个时候我们也在直播，100%在直播。桃子的娱乐新闻也在直播。其实我们是两个对台在哭的，两边都在哭。娱乐100%，对，你也在哭。可是因为那个时候100%收视率奇高无比，所以根本不会有人记得我们那里的画面。哎，真的哎，你这样一讲，我真的不知道你也有哭。对对对，其实那个时候，然后更惨的是呢，你们现在也调不到画面。你在哭是？对，因为那个电视台淹水，把那些画面都淹掉。啊，那莉台风我们有遇到，我们出道一个礼拜以后，整个我还以为再也没有电视台可以上了呢。淹到什么程度呢？淹到当时我们的总监川哥啊，他的名车都浮在地下室。好惨哦。所以所有袋子，那我觉得这都是无所谓，因为反正就是。
它就已经发生了。嗯，我觉得就是去面对。我当然会有一点忧郁，有一点沮丧，把窗帘拉起来，每天就在家陪狗，不想见人，因为总觉得出去大家也不会太喜欢我。可是我常常会告诉自己说，其实啊、我只要健康，好，那人生就还是有机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继续努力。撑了多久？啊，这个真的很难算呢，因为有的人说两三年，有的人说四五年，但是对我来讲，老实说，应该是去年开始。文倩姐问了我一个，主持记者会比较多，还是你以前做？新闻报道太多，对，所以这段时间其实真的是去年开始有一些改变。那以前有一段时间，除了乏人问津之外，还是有人帮助我，给我很多工作机会。可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做的节目没有人看，我讲的话没有重量，然后我推荐的东西没有人会买，然后啊、可能我想要分享的事情大家不 care。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像艾拉传说，哈哈哈，我成了全台湾史上最烂的男人这样？她是女人，其实我也是男人了。OK， 不一样，因为她是第一次做典礼，她可以用很豁达的心态。可是我已经做艺人25年了，我还能这么豁达吗？我还能这么不介意吗？对，我有我的经验值在，所以我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在意我的观众嘛。而且你是曾经非常非常好过，而我是第一次就这么烂，所以就不可能再更烂了。你只会更好。对对，我可能就是只能往上爬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但尽量还是比较好。要了要了要了。